peux essayer là-haut. We have a situation. This is from a few days ago. Black Tusk. We're coming up on the building. The marker is our agent. We lost contact with her shortly after this. Wow, 好多人呢. Can we take a look at the surveillance footage she transmitted? Let me switch over. What are they after? At a guess, the DARPA labs and the sublevels. There are all kinds of Defense Department prototypes down there. This can only be bad news. The question is, how bad? We need to know. Which is where you come in, Agent. You're just east of the Pentagon, coming up on Black Tusk's outer perimeter. Find a way through and figure out what the hell they're doing here. 走，进去看看。 绿野仙踪啊，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片狼藉。Black Tusk communications intercepted. Brenner, Recon 4 has a visual on an unknown helo headed east over the Potomac. Tell them to patrol toward the shoreline. Might be an insertion. 哦，有东西。 什么鬼？他们要去干嘛？来，我们偷偷摸摸的做一件事情。哇哦！嗯，下去吧。哎呀！保险起见。哎，怎么离开掩体？哦，接下来，等等等等，这个水里有什么东西？ 估计只是下水道。哦，妈耶，吓死人！呀，这几天我都在玩其他游戏，所以说现在操作并不是非常的熟悉。然后，妈耶，怎么这么多人？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完全适应不过来全境的操作方式，妈，对吧？赶紧走，遇到狗狗我就怕。我还以为那里是安全的。 哇操！这全境的方式我完全适应不过来了，现在。 估计里面装了很多机器狗，尴尬，我要怎么进去？哦，来，咱们去探索一下。哇哦，这翻越掩体的动作，改进了。然后这里有指引，肯定是让我往上走的。我只是看看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这附近。 安全藏身处，哦 ，nice， 感觉我安全了，进入啊。
和接出口，这是感觉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太衣服怎么回事？怎么穿模了？哇，越来越先进了。This is the courtyard. Black Tusk has been tearing the place up, hauling away anything they can. You need to get there and put a stop to it. Getting in is going to be the tricky part, especially now they know that you're coming. I can create a diversion here to help you get through.至少你的衣服不再穿模了。It's good to see you. 嗯。The thing working? Good. You're gonna need to find a way in along the terrace above the library. 居然这里出现玩家了。可还行，想办法进入五角大楼，想办法进入五角大楼，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在前面这个出口出去，是不是？十二米，哎呀，这里还有个可以收集的，圣诞派对。那我们上去吧。哇，这就是五角大楼。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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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再看风景了，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这个五角大楼。好多人。我觉得我还是本来想用技能侦测一下的，不过还是算了吧。Just， 还有小车，还有机关。我想先把小车解决了。哇哇哇哇哇！不要！顺便，哇，太远了，看不到，换个掩体先，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搞定，还不露头吗？这个？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嘿，搞定了！哇，还有制作材料可以拿，太棒了！这个是什么？道格拉斯，正好我还需要这个。什么鬼？还有防御塔，还有防御塔，还有榴弹。这都是什么鬼？估计是在这里。哎，解决了。还有一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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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们有看到那个东西在哪里吗？操！溜了溜了溜了，太痛了！又榴弹，又榴弹。看不到啊，我看不到那个东西在哪里啊。我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绕过去，绕到这边来。
哇！那个黄色的在哪里？这前面好像有个人，太他妈大了！啊，看到了，在这边 ，yes， 解决。后面来人，哦吼，凉凉了。再见，我要藏死在这里了。这敌人打我太痛了。然后我还完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变成一个盲人，啥都看不见。哦吼，还有狙击狗。哎，他怎么？我肯定是打中他哪里了，然后他就趴下来。至少我现在有点进展。至少总算有一次我不再是刷本，而只是来体验剧情的，就是初体验。对，初体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脸懵逼，啥都不知道。我刚炸毁了什么东西啊？你让我在五角大楼前面炸出了一个大洞，你在逗我？这里应该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哎，果然有，还好我没急着跳下去。啊，爆头上 14.5， 太垃圾了，不要了。也许这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果然，又或者这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有个特殊子弹箱，燃烧子弹，可还行。我是小萌新。然后我把那个游戏声音开很小，因为太吵了，所以说就开了很小。这里不是应该有个滑铲的动作吗？从上面滑滑梯滑下来，这样才带感。哇，大厅吗？发现可收集品。一起爆发。就是五角大楼吗？华盛顿 USA。 等等，我要拍张照。 USA 老鹰国旗。我等一下再进入啊，我现在只是想逛一下这一边。这些都是历史。安全系统被锁了，可还行。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历史。哇哦，那这个地方一定要拍张照。我要怎么飞高一点来着？那只能这样。
中间的这是什么呢？中间的这个亭子，我非常的感兴趣。汪汪汪！有敌人，在哪里？这里居然有埋伏，还是说我进？胖子，可还行？这里居然还会有胖子出现，打不到。哎，总算打碎了他的脚，脸变得很脆很脆。他身上好像有钥匙，是黄色的，这是什么？Please， 投降吧，老铁。搞定，这里有收集品。收获还是挺多的，暗哑钥匙卡，开启暗哑大门，待会再开吧。这个地方，Department， 国防系统，安全等级五级。哎，这里有钥匙。看来我已经满了，咱们开门吧，然后顺便来，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任务完成，你告诉我，这就任务完成。发现主线无限哦，哦，那只是支线呐、啊，支线就是抵达五角大楼，然后主线呢就是五角大楼，天命防御，突破五角大楼并从保安服务器机房取得生物反应器的位置。看到我们刚在这里图书馆，那我现在来到了这里。好的，任务区域。走吧，奖励霰弹枪，服装钥匙收回中啊！管我什么事？我补下子弹先。Priority is to take out that operation and prevent them from extracting whatever it is they're looking for. Then we need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突然开了灯，有点吓人。也许我应该把音量调大声一点，让你们听得更清楚。Main power offline。是这里吗？如果你主电源被切的话，应该是从这里开吧。哎，我就知道事情不可能那么容易的就。一切不可能那么顺利的。我们去探索一下
找一下备用的保险丝。好的。哇。牛逼。Nice. Now, about that drill,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need to find explosives. Black Tusk definitely has some with them, so keep an eye open. 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啊？我很好奇。不得不说，这里真的有点吓人。好，狗狗，是真的很吓人。Intercepting hostile communications. This is Brenner. Double up patrols and sentries. Divisions on site. Not sure we can afford to. We're already behind schedule.Just get it done. Well, that's not great. Expect heavy resistance on your way to the drill.前面肯定有很多人的相信我。嗯，说的没错。等等，我想看一下那个，这个是怎么用的来着？哎，估计这个技能非常的适合电工。我不是显示这里有个人吗？不，右边。害怕 ？I don't know。还想跑？人呢？人呢？我瞎了，真的，啥都看不见了，这里太黑了。希望有人带个扫描。其实我可以带个扫描的。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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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炸死了！我后面好像有人。是说在楼下，这个气氛渲染的可以的。还有个，我送你一个礼物 ，yes。还有个楼上，来，come on， come on， 哇，特工哎，我跟他来切磋一下，等等，怎么进站来的？按什么键进站？哦，这个，记起来。他刚刚不是说这附近有那个可收集品吗？停止通信，行了，我不想听了。这里应该有什么可以收刮的？Nope。看着二楼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我下去一楼吧。一楼也许有东西，这里有特殊止疼箱。
So, 要我来做个坏人，把这个地方给炸了，是吗？炸呀！炸呀！哎，你倒是炸呀！炸到断线了，安个炸弹也能断线，可还行。哦，我来了。然后这个我上线了之后，这个门就炸开了。哇，这是第一场战里小队某个成员死了。我不知道楼上在做什么事情，一直在炸，一直各种，应该是迫击炮吧，还是什么的，拍张照。哇哦，大力都在，整个房子都在震动。咦，等一下，害怕。补一下子弹，然后要前往广场。走这里吗？果然无法重生区域。哇哦！嘿嘿嘿，大佬，别打我。我只是来捡垃圾的，华盛顿捡垃圾的特工。哇哦！我一出门你就。不要这样子吧，啊！你不要这样子对我吧，我捡个垃圾出来，把我闪一下，然后把我炸一下，然后现在我无法瞄准了。这么蛋疼的吗？安全，安全了就行啊！哦吼，哦吼，哦吼！我放了什么出来？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耶！就一只狗吗？我怎么不信呢？艰苦的战斗不应该我一个人来做的，这次行动应该叫上朋友来做的，而不是我一个人自己来做的。我操，真的太难了。这是什么？道格拉斯的手套。哦吼，还可以吼。等等，我对道格拉斯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好了，来人了，前面哪里？这里好多人。Please， 别动。然后我又会被闪瞎。只是故事难度，但是故事难度也打得我好难，好虐心啊！Come on！ 露头，孩子，露头。
水库马达。哦，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Excellent work. 这里在做什么？按压在撞什么？我想知道按压在做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对付按压？两个问题，他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对付他？其实我觉得按压还是挺好的。哦 ，boss 出来了，没了，可爱精。还掉落的。阿尔卑斯登山包，不要。这个呢？是十八小时。纪念。我到解除封锁，你哎呀，绿装绿装出绿了啊！等一下，我不要那么激动，先不要那么激动，先不要那么激动。开门了，赠令包。We lost contact with the atrium. Lock everything down. Bravo 19er, securing the war room. Bravo 16, redirect to the server cluster. We'll go 16 en route to the server cluster.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对这些历史非常感兴趣。哇、wow. ！
突然我沉迷在这个地方。瑞丽，又来。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的逛一下五角大楼吗？非得走到一个地方就引发一场战斗。哇，我的妈！这里应该是档案室，特别多档案。机密，也许是吧。然后继续往前面走。人道主义。战争机器，有人，前面 很多人。然后子弹全打到墙里面去了。居然还打出硬直，我不敢相信哎。我看一下外面的风景，我能看到什么？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说有魔术刺客，然后切断了信号。战利品，
为什么我会拿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并不是，并不想要这种东西，浪费我钥匙。不过也意外的发现那里居然有个箱子。这地方发光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是从这里过来的，然后看到这个影像，然后去搜刮了一下，然后搜刮了之后，这里还有东西，算了，不拿了，就这样，走吧。这里有个神秘的电箱。神秘的房间，这机房，我来对地方了。哇哦！全都是服务器啊！其实我还。跟你说，我是更喜欢一个人体验剧情，因为我节奏很慢，我每个地方都会看一遍。下去好了，好多服务器啊！天哪，还狙我，有完没完？哇，这个地方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记得在哪个电影哪个情节有见过这么多的服务器，记不起来了。这个场景似曾相识，问题来了，如果服务器出问题，你要怎么维护呢？那有电梯？啊，大概知道它是怎么维护的，应该是通过电梯。停机维护，又停机维护啊！先是不断的给我掉线，掉线完之后又给我来停机维护，你这是要闹哪样？我还没摧毁吗？还是说你，电池脉冲不止一个？我服了。他在里面看不到，
确保区域安全。So much for Plan A. Plan B is to take data directly from their own systems. They have a command post on a rooftop not too far from your position. That should have the information we're looking for. 居然是反作用背心，那我就收下吧。鬼！巨大的飞行器，哼！哎，请告诉我你有弱点。啊，还好他走。Approaching station 4. God damn it. Hold them off. I'll send in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hover.看一下地图，我现在在哪里？哈，我还没到中间。这里我是不是有东西没拿？还是说已经拿了？希望已经拿了吧。我现在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嗯，喂，我以为这是安全距离。不应该来这里的，这里还有个机器人。哎，等等，我有主意了。哼，你这有什么卵用？你告诉我。哇，干！垃圾。浪费我那么多特化弹药，一点卵用都没有。哇哦！我好像打中他弱点了，刚刚。他要跑？嗯？也许我的敌人不是他呢。还是说他待会不回来？我觉得他待会会回来的。哦，这里好多人，在我后面。Shit！
No way. Serious trauma detected. 延迟暴毙就是这么的刺激。摧毁无人机啊。它的落点应该是在下面的那个。对，看到了。然后它就被电池干扰了。然后就动不了。然后就死掉了。对。七号卡宾。中国光哦，居然要带蓝的耶。就这么完了。结束成就了。This is a perfusion bioreactor. Thanks to you, we've got broad spectrum antiviral medication that can prevent another outbreak. But we don't have anywhere near enough to go around. This thing will solve that problem. It's essential that we recover it. But there's another problem we need to solve first. We're pretty sure Black Tusk is using that drill to extract the bioreactor. They definitely don't want us to have it. So disappoint them.Wreck their plan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make sure that equipment ends up in the right hands. Isaac should be able to get you past the secure blast doors now. 开启防爆门。我就知道这里不同寻常，刚我来过，五级 level。国防高等研究实验室。The bioreactor is deep in the DARPA labs. This time they know you're coming and they know where you're headed. So be ready for anything. 然后我现在位于的地方是在这一边。哼，两个主线。我猜这里应该还有第三个主线，所以说我有预感到我这个任务要做一个小时做到维护。Maybe. So, where? 妖射还是非常好玩的。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想到居然没有，太让我失望了。Echo 2, this is Brenner. Where are we at on the charges? Set, but not wired, Chief. Better hurry up. You're not alone down there.至少我拿到了很多资源。
到了很多制作资源。这是电梯吧？哦，房，哎，这个是，啊，待会再说。我看到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Oh no！ 哇哦！哇哦！我要拍张照。Brenner's team must be using that power for something. Keep your eyes open. 大型的技能，还有飞行器。对，这边应该是进化。无人机的进化，好狗狗。可以的，很强。实验室往左走。这里面还在组装什么东西？其实我是想，我想去做暗哑，我不想再做憨批特工。华盛顿憨批特工。Assault drones detected。又是敌人。哇哦！这里发生了什么？那到底是？我估计遇到了。我觉得我遇到了麻烦。有一台机器要关掉，我待会再过去。现在还得在任务区里面。我可以出去吗？不可以啊。一个还有个无人机在头上。前面那个榴弹呢？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啊！完蛋！我遇上什么麻烦了？又是无人机。好热啊！这里。Assault drones detected。又来无人机，又来无人机了！哇哇哇哇哇！
前锋打的人很痛。Assault drones detected. Power shutdown complete.有医生是吗？终于。Get going. We've got to secure that bioreactor. 2. Almost there, but we need to get everything exactly right. This is fragile equipment. Understood. Brenner, we'll hold him off as long as we can. Hmm. Hmm. 有趣。我看到了高清版的枪塔，更先进的那一种。高清版的枪塔模型。Portable device detected. 嗯？复还计划。Yep, they're over there. That shit's fire for sure. We're gonna have this reactor up and running. Wait. 还拿到了一个 P416 和中国光的背包，可还行哦。然后就拆掉了，果断拆解，我拿走，告诉我。哇，又是无法重生的区域。我很好奇，我即将面对的是什么？高科技吗？什么鬼？那么热？这里都是什么？等等，这狗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难道说这个只是个假象，人都可以站在那下面？啊，也许只是灯光的效果而已，看起来是这样的，然后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还来、啊、我快没耐心了，我跟你讲。我这不行，
跑上楼去，下面根本打不到。哦吼，对枪了，对枪了。Echo Leader, the charges are set. Echo Leader is down. Shit! We'll see you topside by the reactor. Hey, 我要怎么进去？这里有个。哇，聪明啊！然后这边，看他彻底挺壮的。等一下，我要下去看一下，这里也许下面有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通风管道，生物实验室。Electronic device detected. 里面有那个收集品，找到了。这里还有装备箱子。嗯，电梯打不开。这里肯定遭遇了一场悲剧。哦，天哪！哦，这里还有收藏品，收藏品，收藏品，在哪里？在哪里？楼下吗？也许是，也许真的是楼下，还在救人。哼，再见，你要被毒死了。楼下，楼下有收藏品，这边。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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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发现剧情太长了，我打了一个小时都还没打完。嗯，没有什么机密，没有什么，只是一个新副本而已。
然后我打了一个小时还没打完，太惨了。Helipad is secure. Where's my bioreactor? On the barge. Sending it your way now, command. 摧毁吗？还是我需要？哦，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那个东西。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这个东西。Sam, you have to visit here. Engaging now.不不，别别别游走，别别，哎哎 ，shit shit， 他跑了！天哪，我要怎么拿，把他拿起来？被火烧了，开心吗？但是这个火烧强度好像并不是很高。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收集的？好像没有，那个地方是过不去的。走这里吧。嘿，停下来！一箭穿就可以。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垃圾，垃圾垃圾。开启大门，然后，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我还以为我不小心把它弄到湖里去了。哦，天哪！大佬，别再苟延体了，赶紧让我结束这个任务，都打了一个小时了。太危险了！开不了门啊！还要我想办法开大门。想办法开大，这附近肯定有什么电箱之类的东西。为什么我会到这边来？我应该到对面去的呀。哼，原来，我好机智啊！然后好多人。哇哇哇！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crate loader detected. 起重机。Loading freight elevator. Command, we've lost control of the package. Any units in proximity, move in. Everyone else, get to the helipad. Again.我的货物走喽，别狙我，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也想投奔暗崖。到底有完没完？救人，肯定有个医生在这附近，但是我看不到是哪一个。这一个肯定，啊，这是最后一个敌人。天哪 ！Get your gear in order. Brenner knows you're moving to the helipad, and he's prepared. 我怎么下去？这边，对啊，济公，济公，持续时间，这是我的东西。好吧，我们走，前往停机坪。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任务了，不可能再有第三个了，因为我已经拿到我要的东西了。OK， 那我要怎么把它推出来呢？怎么把它带走呢？等等，这里有一根线。它是去哪里的？这一根线连着这个房间，然后机智的我发现了什么秘密？等等，还有另外一个，机智的我输入密码，那我居然知道密码，开心。然后进来之后，发现这里有个装备箱子，没什么卵用。拆了这个嘞，哼，丢了。走吧，没东西了。我们去停机坪。下雨。我来的时候还没下雨啊，怎么现在就下雨了呢？等等，我好像没补子弹。哦。我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Where am I? 灵魂，灵魂走位。什么鬼？不，不要再上演国会大厦的那一招，我受够了。人呢？出来。
相信我，他又会放那个。哎，你们这里火烧了还过来干什么呢？哼，搞定了！哇，还会自己扎包，牛逼啊！我拉你扎包啊！马上就解决了他。他这个人，他居然会自己扎包。耶耶耶耶！我还以为那个火箭筒的射程这么好玩。boss 掉落了什么东西，我在No 都他妈都是垃圾，我感觉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搜刮战利品。我相信又会有敌人过来的，很多。哦，等在车里，送我走吗？来了，我来了，我来了。Please。嘿。你不是带我回家，你确实带了这个东西走。反应器劫掠，解锁成就，或者来配。哦，拿到了一个五角大楼的挂饰，看一下服装挂饰。哦不对，是在这一边。哇哦，还挺好看的嘛。哼，筛选查看角色，放大，哇，被这些技能挡住，我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五角大楼的挂饰还是挺好看的，戴上。然后我这个任务应该就是完成了吧？就两个主线而已，五角大楼。好了，回家吧。屁股好痛啊！就这样，五角大楼就这么完成了，返回华盛顿。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哦呦，还有剧情啊！ It will. If we're gonna produce enough antivirals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be sure that what we produce is effective and safe, we need someone who knows what they're doing to supervise the entire process. We can't afford to take risks. But that's a problem for tomorrow. Today, let's celebrate your victory. 我知道这个房间在哪里了。我知道这个房间在哪里了。Safe area detected. 这房间在这后面开放了，我就知道。哎，我在测试服看到这个房间，原来跟五角大楼有关系的，就是从五角大楼偷走这些广谱新药物病毒样本。